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tor， 带你一起发掘新山让人心动的新房子。如果你想要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市中心找一款非常非常靠近新加坡的高级公寓，享受非一般的生活居住体验的话，那么今天我为你介绍的这一个项目你一定不能错过。没错，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富丽公主湾 R&F Princess Cove。 作为新山市中心其中一个最靠近新加坡的发展项目，这里和新加坡只有1056米的距离，住在这里抬头就是美丽的邻国。在这里，如果你想要去新加坡，使用这个650米的行人天桥，就可以直接通到新山的关卡，乘坐火车、巴士或者出租车进到新加坡。而就在不远处的 Bukit Chaga， 即将完工的 RTS 新柔捷运计划，也势必将为这里的项目和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与价值。这里除了靠近新加坡之外，也连接多条新山的主要高速公路 ：EDL Highway 南北大道、Skudai Highway、Debra Highway、Jalan Ismail Sultan 等等，可谓四通八达。中央医院 Hospital Sultanah Aminah 就在附近。通过高速公路到著名的 Grand Eagles Medini Hospital 或者是 Columbia Asia Hospital 也只需要25分钟的车程。从这里一条路就可以直接通到新山宽柔中学，如果想要送孩子到国际学校，伊斯干达教育城 EduCity 也就在25分钟以内，那里有众多的学府任你挑。这里附近的商场更是逛也逛不完，除了这里楼下的 R&F Mall 以外，走路就可以到 City Square、Komda JBCC、Zenith Mall， 车程10分钟以内也可以到 KSL Mall、Plaza Pelangi， 15分钟也可以到大型购物商场 Paradise Mall 和 Mid Valley South Key。 富丽公主湾楼下就有一间新的大型商场，在这里可谓应有尽有。这里有全东南亚首家的英皇戏院、高级超级市场 Jaya Grocer， 吃的买的各式各样的店也样样俱全。在富丽广场楼上，这里就是它一整层的设施楼层，住在这里楼上只要一个电梯下来这一层，就能使用各式各样的设施。当然设施方面也少不了，除了健身房、游泳池、桑拿房、桌球室、休闲步道、滨海花园长廊，这里还有豪华游艇码头、红酒会所、风情酒吧街，让你在城市里享受奢华的生活体验。当然这里也有多重保安系统严密把关，让你在这里住得放心也安心。每栋楼也都设有自己的楼长，协助你生活的大小事，让你在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有人可以第一时间解决你的困扰。富丽集团在过去26年，在世界各地多达145个城市，有超过450个发展项目。而就在柔佛新山，新加坡可见的对岸，富丽公主湾也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卓越发展。富丽公主湾有各式各样的户型和种类，从 studio、二房、三房、四房，甚至 dual key， 各式各样的种类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户型吧。OK， 这一款呢就是一房一卫的户型，建筑面积呢是502平方尺。所以这款呢给计划结婚的小情侣就再适合不过了，空间不大不小，刚刚好哦，每一个空间都看得到你的身影。那么除了两个人买来自住以外呢，这一款也非常适合拿来出租给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又或者是如果本身你是定居在新加坡，但是周末会带你的家人来新山游玩啊的时候的话呢，那么这里就非常适合打造成你的 weekend home， 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这里体验新山的美。给现在为你们介绍的呢，就是一款二房二卫的户型哦。它的建筑面积呢，一共是873平方尺。那么讲到富丽公主湾这个项目呢，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它的交房标准哦。因为这里采用的建筑材料呢，都是非常非常高端的。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里呢，它提供的呢，会是消防规格的防火门，然后电子智能门锁，还有猫眼，都是已经配备齐全了。那么到时候这里呢也会有一个可视的对讲机，都从这里你就能够看到你的访客是谁。这个户型的话呢，一进门这里也会附送一个多功能的壁橱，适合你的家居使用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实际单位的交房标准，
这里的天花呢，采用的都是3米高的高度，住在这里是不会有一丝丝的压迫感。如果你看到它的石膏板还有灯饰，都是已经做好给你的。那么这里采用的地砖呢，也是2尺乘2尺的地砖哦，美丽的搭色也是已经为你配备齐全了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厨房。这里的厨房呢，98%都是已经为你做好了的。除了有主炉、抽油烟机、烤炉以外呢，这些壁橱都是已经做好给你了的。那么 for 这一款的话呢，它这里外面还有一个生活阳台，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摆放你的洗衣机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浴室哦。所以这里的浴室呢，它的墙砖采用的都是抛光的墙砖，地上呢都是采用防滑地砖，而且这里呢它的热水器还有它的强化玻璃都是已经做好给你了。而这里的卧室呢，它的地板采用的都是实木复合地板，所以使用这样的地板呢，不仅美观，而且非常的耐用。而且这里的每一个房间呢，它都会给你很大幅的飘窗，所以这个飘窗呢也能够确保你房间的通风性还有良好的采光。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主卧。所以它主卧呢，自己就会有自己的私人厕所。这里的每一个房间呢，还有我们的客厅都会附送冷气机，主卧室也会附送壁橱。那么你看这个这么大幅的飘窗，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呢，这里采用的玻璃窗口的玻璃呢，都是隔热隔音的玻璃，所以这让我们即使可以住在新山市中心，也不会受到城市喧嚣的干扰。那么住在公寓不得不提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阳台，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阳台。哇，这么大的阳台配上这么美的风景，让我有了非常多的想法。白天我可以在这里看看书、喝喝茶，晚上呢睡觉之前我能在这里赏月，然后小酌几杯。那我们住公寓呢，空间利用非常的重要哦，当然也少不了 Door Key 双钥匙的设计。那么现在我带你们看的呢，就是一款3房2卫1317平方尺的双钥匙设计。所以这一款呢，它是一个2房和 Studio 的结合体。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选择住在其中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空间，非常的实用，非常的灵活哦。那我们现在看这里呢，它就是一个这边 Door Key 的其中一个空间，这是一个2房的设计。好，客厅、阳台，当然后面有饭厅和厨房。这里呢就是2个卧室和一个浴室。那我们 Door Key 的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你有2个空间，其中一个空间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自己的办公室，又或者是呢，你可以出租给别人来帮补一些费用。除此之外呢，你也能够利用善用的这个空间呢，拿来招待一些远方来小住几天的亲朋戚友。如果有那么一个项目是出生在新山、住在新山，或者经常来新山的朋友一定要知道的话，那么它一定是 INF 富丽公主湾。看了这个影片，如果你有一丝心动的话，那么请记得马上来联系我，因为我有更让你心动的消息要告诉你。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记得帮我 like、comment、share，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我是 Victor， 我们下期见。